妈妈。我也想要找妈妈。你们两个成熟一点好吗？同学来了。妈妈为什么不带我出去玩？哎呦，怎么搞的？我们今天要这主题听起来会头痛，是知道吗？是父母的问题还是小孩的问题？都有。前几天有一个新闻是台中有一个女生长期被邻居的小孩吵闹。吵到崩溃了，他变得精神耗弱，而且到最后还变得有忧郁症，是吗？严重，到最后必须要靠药物的治疗。哎呦，夸张！法院判说邻居要赔他15,000块钱，赚到精神赔偿。还有带小孩出游也很麻烦啊，如果小孩生病了或吵闹，就一趟出游就会很辛苦。真的，我们今天来了哇，现场的来宾有3位。3位都是三宝妈，哎，三宝妈，一次要一打，好厉害哦，前辈前辈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带他们出去玩，到底会遇到哪些惊险的状况，还是会玩得很心惊胆跳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来来，我们来探讨一下带小孩出游时这些事，让爸妈好惊吓，惊吓。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事件呢？来。小孩集体变丧尸，好有画面，好有画面哦！我跟你讲，好有画面。那一次是我有生以来最可怕的态势，因为他也在里面。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群人，然后都会有春游，每年都会春游，然后非常大阵仗，光小孩几个。20好多几个，因为我们有家庭，他3个，我3个，白宫3个，然后有一个制作人，他们家4个。我们原本就是要先去高雄玩，然后第一天晚上我们去海产店吃饭，他的朋友请我们大家就是地主，然后请我们大家吃海鲜。在海鲜餐厅的时候，我就抱着我儿子，那时候我儿子才10个月吧，然后我就拍一拍，他就忽然我儿子就先喷吐了，哎呦。然后就喷到我背上，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啊？是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他一喷吐完之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每个小孩都在喷吐，都喷吐，都喷。喷吐是会感染的吗？对。然后就开始很严重的上吐下泻，感冒，肠胃型感冒。哇！你知道肠胃型的感冒对于小朋友有多可怕？就是小朋友吃什么喷什么，而且是喷射状的那种。小朋友喷是真的像喷泉。对啊。对。就跟消防栓被车子撞倒之后那种。对。阻止不住。然后放个屁。屎就出来的那一种，因为他就是落塞嘛，上吐下泻，对，还有画面，每一个你问他，每一个就是你知道小朋友是金顶电池，是不会就是觉得累的，每一个瘫在那边，然后走路都是这样，然后我有真的上，然后这是我们出游的照片，还特别拍下，好多，真的很多，哇，好多小孩，哇，这个画面其实有点可怕，太多小孩了吧？出游，然后我们家完了之后换他们家。啊哇！然后他们家玩就换白宫家，所以一个小朋友在喷，你们会叫另外一个小朋友去接？要来一次啊！这什么？这什么打算？要看地主请的海鲜，如果很珍贵的话，不要浪费，轮流吃啦。哎，我们家弟弟，我们家弟弟状况是不是大家都遇过？我跟你讲，喷呢，如果是在定点喷还好。如果是在刚买一天的新车上喷，哇塞！我告诉你，真的是哇，难过，很可怕，人神共愤。我老公那时候刚买一台新车，对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爸爸，他就是对他就是车上一定要很干净。那你知道新车对新车都有一个味道，因为我们家是不能在车上吃东西的，所以车一定要很干净，就算开了一阵子也是很干净。好，那天开他那天买的大概第二天还第三天，真的就刚交车。然后那天天气好，我们就跟朋友约去金山那边吃海鲜。好了，车子因为开的真的有一点远啊，我儿子呢，因为其中有一个小儿子，他比较不耐坐车，他从小只要超过20分钟的车，他就会想吐。那时候是第一次载他去北海岸，就这么远的地方，然后天气又很热，好，我们开，好不容易开到那边，哎，有个位置，我老公就停进去，就他想说算了，先让我们下车，好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儿子就说妈妈，我不行，就在我老公。瞬间，他吐在了门口以及新车的那个熔吐啊，还渗到那个地垫下面去。
因为我知道我老公有洁癖，我立刻去旁边买两大瓶矿泉水，想冲洗那个地毯，有没有？还好，因为我们冲洗很及时，所以没有味道。但是他渗进去，你就要去买湿纸巾在那边清啊，擦，很可怕。这个在法律上鉴定已经算是泡水车。对，我打岔。通常这样子，拜托不要湿纸巾，也不要倒水，你要用70%酒精，一直喷，一直吸，喷吸。我们是直接把那个踏脚垫直接拿下车在那边冲，然后渗进去的赶快擦，然后一回到台北立刻去洗车，立刻，不是立刻去换车，是不是？小朋友，小朋友他慢慢长大，是不是体质他就慢慢变好？会好，像以前20分钟，现在会好一点，大概进阶到30分钟。所以我们有到宜兰，最远有到宜兰，要练一下啦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这个是其中之一个很麻烦的。再来看有什么样的惊吓事件，来。什么？小孩掉进泳池险溺水？什么？危险！这个是谁的问题啊？怎么？对，这个东西真的很麻烦。子龙，对这个大家都要小孩，大家都要小心这个东西。像我哥哥啊，在意大利，我们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房子，跟一个非常的哇巨大的院子，跟一个大的游泳池，然后都很美。小孩的天堂啊，很浪漫，对，外面的是海，超棒的，知道吗？外面是海边，这不是海边吗？对，我们家看他的家看得到海，看得到海，看得到。但是呢，真的很危险，因为其实我们在那边呢，我们都会让小朋友玩，一定要让他有机会玩，但是他很小，他不会游泳。有一次他就是走在草，你没有看到那个草原多大。就他走在那边，我问他你要去玩水吗？他跟我说不要，没有要去玩。那你要小心哦，你要离游泳池远一点哦。啊，他说好。后来呢，我觉得天气开始慢慢变凉哦，我就要去帮他拿一个浴巾，然后我就是往房子的方向走路，我走三步往后看一次，他一直都离游泳池很远。后来我又走三步，我看往后，他不见，他还是在那个游泳池很远。后来我又走两步，又看一次，他在水里面。瞬间移动，飞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从离游泳池两米马上到水里面，啊，他一直都这样，太厉害！我就是冲回去，冲回去把他拉出来。你这个你只要慢几秒，真的就慢慢几秒就不太会游泳是？还是他那个时候才两岁啊？哇，小孩都看好，这很可怕。我真的要看好，我有自己的故事。没注意就出 trouble。我的老二，他大概是5岁的时候，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他会游泳了。我说你不可以把你的手臂拿下来哦，那个充气，对，充气手臂拿下来，手臂拿下来。手臂的游泳圈才接近手臂，手臂被拿下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好，颠倒。Winter Soldier， 等一下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好，然后就趁大人都不注意的。Kimo 老师，你尊重一点好不好？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所以他就偷偷的把手臂拿掉了。然后他就跳进去水泳池里，然后突然我只是一个转身过来大概2秒而已，我看到他就浮在上面，没有动，他溺水没动，他就是浮在上面。当下绝对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刚好有邻居在旁边，我就只能对，然后他就回头看，就一手这样捞起来，他溺水了。很多小朋友溺水啊，其实你们都会以为他在打招呼，因为他不是那种挣扎，他只因为他已经快没力了，没气了。很多人都以为他们在打招呼，其实他已经没力了。像这样子，我这种漏一拍的，我也有发生过。我女儿在游泳池嘛，对不对？我说我去倒个水，我去倒水，因为旁边有。游泳池旁边有饮水机嘛？我说倒个水，我马上回来哦哈。那我教过你，如果怎么样，你要喊救命啊，要小心哦。而且，但因为是幼儿池，所以我就没有很比较浅量。结果就走过去，我才正要按那个连续出水，想说赶快看一下嘛，然后就看他水，哎呦哇塞！这样你知道当下真的觉得世界要结束了，我赶快冲过来，还跟那救生员说过来，然后冲过去的时候他说爸爸我在假装溺水。调皮捣蛋，鬼灵精怪，调皮捣蛋，吓死假装，吓死假装，太吓了。我女儿超爱演的，然后但是我女儿也有遗传到我的真传，比如说
我们去公园玩石头，对不对？玩一玩之后，他突然停下来了，想说，哎，他心情不好吗？怎么有点流泪了？他就这样，爸爸，我受伤了啊！结果只是那个皮被那个石头稍微踹起来一点点。就是小破伤，小破皮，对。然后你跟他讲没事，那我现在帮你稍微擦擦，就是要包起来嘛。然后他就，你就继续玩嘛，因为不可能，要不要回家？不要，那就继续玩哦。那帮你包起来，没事喽。好，啊，过一下他开始，爸爸还是很痛呢。啊，他就在弄的，内心戏。爸爸这个皮怎么办？他就一直抠，把那皮越抠越长。然后说不要弄，等一下回去帮你剪。哦，就等一下，因为现在再玩一下就回去了嘛。然后再下一秒，有什么好剪的啦？你就直接这样戳掉就好了。对啊，流血的话好危险的。我有时候小时候对啊，对啊，全身都脱皮了。三千呢，所以戴手套。我的爸爸包里面，爸爸包一定随时带这个东西。指甲刀，指甲刀，有的是把它先剪掉，没有就戴手套。有那个皮就把它先撕，但不可能玩那个戴手套啊。哦，擦指甲才不会脏，才不会受伤啊。不行不行，小朋友不可能戴手套，要让他去 touch 到那些尖的啊，或圆圆的东西啊，长长的。你买超薄嘛？超薄，没有。这个也有超讲什么？超薄手套，对，超薄手套，让你的感觉更多更好，对，更直接，对，好。那是我们同学们是不是也是没谁没有童年呢？是不是？苏伟小时候有 trouble 小朋友一定是你小时候还是你我小时候啊、oh, ？OK， 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害怕流血，我觉得不算小题大做。我永远都记得，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，我妈开车载我，因为小朋友不能坐前座嘛，都要坐后座，然后我妈载我，然后开在高速公路上面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、欸。鼻子怎么流了水之类的，我以为是流鼻水，然后我就用手擦，结果发现是血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然后我妈就说，你拿那个卫生纸就是包起来，然后捏着鼻子就好，然后我就照做，可是那个血还是不停的流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停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就开始踹我妈的椅背，我妈那时候还凶我，她说。那没什么东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这样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后我想说，我妈竟然顾着开车，连我自己的生命安全，就鼻血而已。那时候你几岁？你国小，流鼻血，很多血呢。不是，请问一下，你指望她这样子吗？转过来。对啊，她这个。反正我还希望我妈可以至少关心我一下。就说是有问题啊，是危险，可是。那时候真的会觉得心碎了，觉得不被爱。小朋友的心理就是这样，不被爱。当他害怕，当他觉得说我需要的是一点安慰跟照顾的时候，你却不给他的时候，因为大人觉得这个还好，这没什么。可是他小时候就一直记得那件事情，长大就会开始就会一直讲，对他就会在节目上讲出来，然后让其他人觉得啊，这又没什么，你干嘛讲？对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他就浪费掉大家的时间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跑拍又逃不成功，没有这样。的确，真的有些高敏感宝宝是这样子，就是一点点的高敏感宝宝，一点点的部分。其实 Ken 哥讲的很真的，就是当你永远在小孩第一时间需要你的时候都出现帮他，他会记一辈子，记一辈子，对，他会记得一辈子，你们感情会特别好，需要安全感啦，可是需要安全感嘛。我小孩像流鼻血，就妈妈我流鼻血，然后自己就去塞嘞。啊，真的，手都快塞，因为他知没有，因为他知道如果叫妈妈没用，自己来，妈妈还是自己来好了。哎呦，他有讲过，他说懒惰的妈妈会教出独立的小孩。对对对，我就希望我是这样，这是借口，合理这是真的，不要合理化自己的懒惰。因为有一次我儿子就是骑脚踏车在那下着毛毛雨，骑脚踏车在湿的瓷砖上，然后就说你不要骑，不要乱弯，你会滑摔倒，不听，哈哈。果然摔倒了，然后就整个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我们都走很远，他怎么没有跟上？会担心，然后折回去看嘛，就看到他的趴在地上了，大概是嘲笑一下，为什么那么开心？哇，对啊，怎么笑那么开心？他好开心，因为我说。为什么你会趴在地上？然后妈妈还在笑那么开心，喜剧。然后他的膝盖其实真的就流血了，其实蛮深的啊。对，然后好可怜。然后他因为我们家老二是比较怕痛的，嗯，那我就想要训练他从小那个痛，因为人类忍耐痛是。忍耐是可以越来越忍痛的。但今天好像我们有一个影片，对不对？要控诉你不会带小孩啊？是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讲到阮祖囝啦，
吴太太啊，亲戚啊，就还蛮煮饭的啊。大家我若对出差啊，是回去哦，啊，拢无煮饭，阮孙仔拢甲我讲，阿妈，我拢食乌梅啦，你甲看卖影啦，规工啊都拢袂晓啦，啊，毋知影创啥呢？黄先生，你足可怜的哦。哎呦，来自妈妈的控诉啊，都说你没有怎么样。哎，但是我要帮琪琪讲，哎，我觉得其实要他是故意要让小孩子饿几天，因为阿妈养太好了，因为阿妈养太好了。哦，有一种饿叫阿妈觉得饿，对，一直喂。本来一个漂漂亮的小孩被他养个一只猪，但是比起痛，我女儿真的才叫公主病。我有一次带我女儿去韩国。暑假很热，然后他就问我说啊，穿什么？我就说暑假那么热，去韩国就穿凉鞋嘛。结果第一天我们也才走明洞而已，他后脚跟就不小心破皮了，咬脚。对，就可是那他那一双凉鞋不是新的，之前都没有，不晓得为什么出国之后走太多就被咬了，太干了韩国。对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，那我就帮你买 OK 绷贴着你，不要磨就不会痛了嘛，不要。好，那我帮你买袜子，然后帮你买鞋子，他也不要，买了他就觉得说还是会痛。第一天才到第一天去明洞而已，我们要去五天，而后的四天他都待在饭店，都不出门了，不出门了，浮夸，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，我就必须中午的时候就跟我老公就去逛街，逛完街的中午买吃的回饭店给他之后，然后我再跟我老公出去逛街，好像病人。哎呦，要照顾公主病。不要。然后你知道，我就这样花这钱，让他在韩国看了五天韩语版的《柯南》。韩语版好贵啊，这个贵哦，贵哦。韩语演的话，感觉蛮好看的。然后就跟我讲说，哦，听说韩国的炸鸡很好吃，妈妈你可以买回来给我吃吗？哎呦，我觉得那个韩国，我想我就说你是领残障手册是不是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。台湾言论自由，有中天才完整，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